演技大考验，现在要抽一个是角色，一个是情绪，一个是台词。第一个是谁啊？看看哈。新闻女主播有什么情绪呢？新闻女主播尿急想上厕所，台词是：不要为了过去的事浪费我的眼泪，是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新闻主播贾新闻。不要为了过去的事情浪费新的眼泪。好，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？我现在抽第二个人物，看是谁。聂小倩，聂小倩兴奋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考我啊！我一定要讲对吗？然后我叫你像骂脏话一样。人是人他妈生的。妖，妖他妈生的。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就不再是妖，是人妖吧？这样可以吗？我这样会像骂人吗？最后一个了，你想要下班？好啊，一条小丸子，打没打不停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里面台词很多的，你看，为什么我今天签网呢？我觉得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而你怎么可以说我爱你是骗你的呢？为了这句话，我不要爱你了，我要恨你，因为恨你比爱你好过多了哟。好了，可以结束了吗？